时间差不多吼，所以咱即马来开始。今仔日是即个年度上礼拜，咱热天七月、八月、九月拢休困，逐年拢六月，我拢请咱家己的 member 出来讲，所以今年我请陈昭俊博士要来甲咱讲。但是来欢迎头一摆来吼。人若有，请恁的老恁的大名甲 email address， 我呢一切通知拢靠 email address， 所以拜托恁传到后边，然后 first time 头一摆来，你传你两个传到后边，然后跟他头一摆来，然后请恁老名。后边有几个迄个 display 吼，我去年份呢。去年度的 yearbook， 这些全部本来那是无够，要需要再给我讲，我车底可能要有几本啊，所以，咱即马开始请林教授跟咱分享宗教的消息。大家平安，我来讲最近有关宗教。的消息啦，吼！第一项我来讲起讲，这《Time Magazine》最近这期吼，有一篇啦，有一篇讲 How Islam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religions 啦，吼。这个作者写的吼，叫做 Shadi Hamid。以下这个文章吼，咧讲起讲佛教甲其他宗教有啥物无相的所在啦。啊，这个作者吼是 Brookings Institute 的一位 Senior Fellow， 是这个中东这方面的专家啦吼。伊讲佛教甲政治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因为佛教吼重视这个律法甲统治啦，所以伊认为讲佛教吼会反对这个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吼，伊讲佛教无爱这个世俗化啦，世俗化就是现代化，这款拢无爱啊。佛教有两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讲和耶稣无相，这个先知穆罕默德是一位神学家、传道家、政治家，一个人拢包括真济身份啊。伊阁是一位建立新国家的领袖，又去征服。所在啊，来统治这个新的领土，所以这个佛教和政治吼未当分开。第二点，伊讲起讲佛教的重点，就是讲对佛教徒来讲，《可兰经》啊，《可兰》是神直接讲的话啦，阿拉直接安尼讲的话。这并不是讲佛教徒拢照字安尼咧相信这个《可兰经》啦，但是因就咪讲这《可兰经》啊是非常重要。伊讲西方的人吼，唔通期待佛教的这个世俗化啦，因应该了解这个政治伫这个佛教的重要性啦。我想吼。这篇文章会当帮助咱一般的人了解佛教有两个大的特色啦。啊，这个两个大的特色也是显出讲佛教甲基督教有两个大的无相的所在啦。对基督徒来讲，
耶稣不是政治家，耶稣是一个传道家，伊咧宣传上帝国。啊，基督教的圣经嘛，毋是神直接讲的话。基督教的圣经是人咧见证上帝，见证耶稣啦，吼，一切。啊，伊咧讲起讲，这个回教是毋是因咧反对这个，反对世俗化？我想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啦。虽然大部分的回教徒吼反对这个世俗化，但是小部分的回教徒吼是有咧采用世俗化，亲像这个 Turkey 这个国家，宗教甲政治是分开，无合作伙啊。第二个 news 是关于讲德国的一个基督教、基督新教的一个领袖啦吼，主张公立学校都爱有这个回教的课程，Heinrich Bedford Strom 这个主教，这是全德国的这个新教的这个的头啦，主张全国公立的学校都要设立这个回教的课程，让回教的学生有机会采取这个 critical approach， 这句要特别注意，讲到要，这就是讲采取这个批判的方法来了解回教。啊，你看避免吼，这个回教的少年的吼，会受这个回教的这个基要派给吸收去了。德国有16个行政区域，现在7个区域吼已经有回教的课程，亲像伫德国传统学校，拢都爱教这个天主教甲基督新教。啊，这个7个学校、7个科学拢有咧教回教的课程。德国讲有400万的回教徒啦，400万，这是等于全国人口的5%啦。啊，讲起讲，对2012以后吼，有那90%的德国的人民吼，离开德国去加入这个极端的回教的组织，这 ISIS， 伊感觉讲会去加入，就是因为因对回教无真正了解，无迄个批判的了解这个回教了。德国的这个宪法有承认讲，所有的宗教拢是平等的。啊，这个主教讲，所以就要采取这个容忍啦，宗教自由、良心的自由，这个要应用到所有的宗教。我想吼，咱会当支持这个主教所讲的话啦，因为宗教若无有这个理性的这个批判吼，容易变成盲目迷信。其实这个 ISIS 的组织啊，是违反回教的这个正统的教义啦。我想这个基督教的开放派和保守派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开放派主张这个了解这个信仰啊，你都爱有理性的批判。所以我过去有咧讲起这个基督介绍基督教的教派，这个较这个开放的教派吼，因讲这个信仰的这个来源 sources of belief， 拢讲起讲第圣经还是
信仰的来源啊 ，tradition 啊，这个传统啊，第三理性，是要理性来了解，啊，不会盲目迷信啦，哈，啊，但是呢，基督教的保守派是反对理性的批判，因感觉信就是啊，唔通去怀疑。最后，我来讲起这个，讲。今年哈，诶，这个神学院的毕业生哈，有的是 transgender 就是变性的啦，变性的就是讲，一般一出世是查甫，伊要变查某，还是出世查某，啊要变查甫的，讲有神学院有一款的学生毕业了哈，啊加。你讲起讲，一间 Wake Forest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哈，今年有一个毕业哈 ，Adam Print 就是这个啦。一今年毕业哈，啊领这个证，毕业这个神学硕士的证书哈，啊神学院的院长给拥抱了。伊三年前哈，入去这个神学院时，伊是女生，啊，即马三年后毕业，伊是变作男生啦。伊讲伊三岁时吼，都爱要变查甫的查甫囡仔啦，查甫囡仔爱要变查甫。直到甲进这个神学院吼。接受迄特别的教育，他公开表达伊的愿望做男性啦。啊，伊毕业了后有志愿去 LGBT 去做这个老师啦。L 就是 lesbian， 啊，这个 G 就是 gay， 啊 ，B 就是 bisexual，T。就是 transgender 哈、哦，伊讲，但这间神学院哈，去年嘛是一个变性的学生毕业，叫做 Lam Hooper， 这嘛是这个兄弟家，去年也是一个变性的，这个女的变作男的哈、哦，啊现在已经。受封牧在 Parkwa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这是 North Carolina 哈，做 Minister of Welcome and Beyond。这个 Wake Forest 神学院哈，为着新时代需要，有开设这个课程哈，这个课程有这个宗教的多元呐。种族的问题啦，同性的问题，有足侪现代的这个课程啦。在这个 Duke Divinity School， 今年有一个变性的毕业生，伊叫做 Brett Ray， 哦，这个也是变性的，做查甫的哈。伊伫这个 Simpson College 第二年，伊就公开讲伊是变性的，变性做查甫的啦吼。伊讲当伊安尼公开出来的时候，伊无想讲，还佫有朋友、家庭、教会会佮伊接纳啦，伊无想到安尼啦。讲现在。美国出名的神学院，南部有这个 Vanderbilt 神学院啦，北部有这个 Yale 神学院，啊 ，New York 有这出名的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哈，拢有咧录取这个变性的这个学生。现在哈，这个在美国的基督教会。
这主流的教会啦，圣公会啦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信义会，啊，甲长老会，拢会使封牧 LGBT 的人，在开放的教会吼，拢会该接受你安尼买当做牧师了。但是这篇文章有讲起讲，那南方浸信会的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啊，甲大多数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就是保守派的教会，也可未使放入这个 LGBT 的人。这就是这个区别，基督教有这个区别啦。我想这个 LGBT 是一种过程的这个问题啦，亲像过去教会轻视这个黑人，啊，女人未使封牧，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问题啦。我想这个现在这个 LGBT 这个问题吼，将来啊可能变作不是问题啦，这是我想是会安尼行啦吼。安尼，多谢。